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，他带着使命而来，他在世上的工作是何等的繁重，但是他常常在一个单独的地方离开众人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在那里跟你有美好的交通，在那里祷告进食，因而他知道他的侍奉的方向，他知道他的时间，他知道他的工作，知道他的使命。就今天在这个世代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让一切的侍奉都影响了我们对你的爱，不要因着各样的重担、工作、劳碌、繁忙而忽略你给我们生命中的使命。主，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学习单独跟你同在的时间。主，你也渴望今天的基督徒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谈话，听你的话语，你要加添力量给他们。求主圣灵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一两个星期可以学习这个单独与你面对面的时间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